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正在揭阳的玉教，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。今天呢，一整天会在潮汕机场附近拍视频。听说呢，这边在玉教这里呢，有一家做果条汤，很特别的，是那种辣辣的汤底，去试一下。而且听说是百年老店，果条汤百年老店，这里牌子就写了。听说他老婆是这边的果条汤西施。老板娘是不是长得很漂亮？怪不得人家称你为西施。哎，我这个点不是。你想要进食咩？你老店吗？四十元呢？四十元呢？为什么叫做咩？三道囊。哦。有好铁。你做你两米就多少粒啊？辣椒。辣椒诶，那是买咗九粒做在整囊食，还是在好多囊食啊？我能自己，哦，做做内饼啊。这个是内饼，然后我能自己去攞一只白鹅筋，白鸡来。哎，你这白鹅筋在哪块的啊？白鹅筋，我老白鹅筋。怎么就是恁个腊肉哈？特色就怎么？辣那个是咸那个？是能做当地个食整特色啊，是咱江江人家己个铺即系做。我人家己总统做，即系八角包。八角包呐。哦。一般就是十街。十街。十街有街。哦好。啊，我力做力饼啊，伊哦好多样多。哎。嗰个食佢。就是落啲菜，就是力饼饼。我能够自家己做嘅，冇介意去报名铺做啲菜。我能做，佢整啲就是识嘅。地方是很大，佢坐的位置是很多。你看这里巷子里，好，然后，哎，内有乾坤，这边还有可以坐哈、哦，房子里面有，然后来到这边还有的坐。四种口味，三个人分，每一碗分量都很大，是不是？感觉分量超级大。那这一碗呢是这里最热销的主角腊肉果条汤，我们先来喝一下它的汤，因为它的汤是重点。很辣，带有点辣的哈、哦，怪不得叫做辣汤。这是它的果条，它做的这么细呢是有好处的，进嘴之后呢是非常细，非常的嫩滑，所以呢口感是很好，再加上它蘸的这种汤辣辣的，非常爽口，吃起来很舒服啊。这一碟是它的重中之重啊，我们的腊肉，不是腊肉哦，是腊肉，咬到点少少啊，嘴巴咬进嘴里那种少少的感觉，嗯，咸辣咸辣的。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就跟我们上次去惠来拍那个卤肉饭是一个道理，它就开在市场旁边。刚去。嗯，等到就是市场的人要干活的时候呢，就需要补充一碗。特别有能量的早餐，因此呢，他这边生意就特别好。卤肉就是这个特点，卖给那些特别需要能量的人，所以呢，做的都是那种白肉啊，这种白肉就特别有能量，吃完就可以充满能量的干活。为什么它分量这么足呢？你看它的碗，它的碗并不会在这里的坡度那么斜，所以呢，其实它容量是很大的，看起来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碗，但是它的装的量好多啊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撑的原因呢，现在才发现。早起爱做，食咩餐我唔点做啊，食一道食点。我唔点来吃，就那就鼻头爱去煎鹅饭啊，去做餐啊。你要看呢个菜，同埋然后炒个客家，去做生意去炒。即几个点呢时候就加班个，几点呢时候就躺着个嘛，最少。留意到一个小细节，你看这边是煮果条汤面的哈，这边是新房子，这边是老房子，在老房子这边的门口卖腊肉、卖这碗果条面，还有饺子，自己包自己卖，业务范围超级广。这一顿超级饱，估计要消化好几个小时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大概八分钟路程的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要去拍水果玉米，那欢迎看我下一个视频。这个玉米呢是不用蒸煮就可以吃的，直接现摘现吃，非常特别，在揭阳大窖。好，我们这边的种的农民引进的一种新品种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